相信大家都知道咧，我哋 U Hub 咧係第二期咧第八座咧啊推出以嚟咧，反應係非常之熱烈嘅。我哋推出嘅單位咧已經係全數呼清。咁為咗咧滿足而家向餘客嗰個需求咧，我哋咧會喺未來兩週咧啊推出餘下嗰座即係第六座嘅單位咧係推售嘅。我頭先有朋友咧都問我關於啟德嘅定價嘅，咁我相信咧行家咧都會係根據佢哋自己各自樓盤嘅條件咧而開價嘅。咁啊，我相信而家大家都確認到咧減息嘅周期咧已經開始。啊，今年以嚟咧其實嗰個租金咧升勢非常之凌厲嘅。啊，我相信咧供樓抵過租樓嘅時代咧已經來臨。而近日咧，大家都會察覺到咧，銀行嗰個存款利息咧都係下調緊嘅。咁我相信咧，不久嘅將來咧，會更多資金咧係流入物業市場。咁啊，租開樓嘅人士咧，可能咧都會購入新樓啦，改善個居住環境啦，亦都有更多嘅市民咧係買樓投資收租。咁我相信咧，下一季嗰個樓市咧會咧係恢復到今年年初情況，係價量齊升嘅。唔該曬。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